只要你花三倍券，只要超过200元，也就是你的最小面额，不管花几张就可以多几次抽奖机会。而且我们的抽奖机会绝对是超级高，从每一天每两个小时实时抽，都可以让你抽到 iPhone 12，甚至是 GoPro。所以要在这边邀请所有消费者，12月一起来高雄，把你们剩下三倍券全部用完。你总共还剩下200元，就我们可以通往现在。那尤其是呢，因为三倍券也进入到今年的年底，所以在最后一波势必会有一些大家会比较希望可以来把它花完的这一波动机。那我们也希望说，除了三倍券，还有剩下的消费者都可以来高雄做消费。感谢各位观众，跟消费者一起参加。就目前的统计数据，哎，像三件件，那小品买三件，那发票买500块，那我们可以去，对，那你可能任何就是消费就可以，都相对，发票满500元也是，只要在所有的地方，只要在高雄消费满500，也都可以参加我们实抽的活动，也都有机会，每一天都有机会获得我们的 iPhone 12或者是 GoPro。你只要高雄是消费就可以了，对。所以我们也鼓励大家一起来高雄住宿，像高雄来住宿就有送高雄券，来高雄消费就有机会参加我们实时抽、天天抽、GoPro 还有 iPhone 的活动。局长，可是那个像夜市消费就没有发票啊？那谢谢你的提问。所以其实呢，这一块我们就是透过跟旅宿业者的合作，所以只要来住宿呢，我们就可以送限量的高雄券，里面包含了200元的月市券跟200元的商圈券。那除此之外呢，也就像您说的，所以后续也请大家期待，我们会针对实体夜市再做额外的加码。经费够多少？以这个目前的经费上来说的话，还要再看后续的核销的状况。那以目前来说的话，就我们所发出的高雄券的金额大约是2500万，那也要看后续的核销的状况，然后再来做实际的金额的确认。好，谢谢大家。谢谢。